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。你怎么不长记性？这赌场上耍赖，惹多少知道？快呀！我有钱，我发财了。是你有钱，但是我不在乎钱啊！奶奶，我陪你赚钱，陪你赚钱，来。哥，你谁啊？欠他们多少钱？300块。你是他什么人？钱都给你了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哟，跑这儿立棍来了你？他是我大哥。他妈的，兄弟们，钱不要了，给我揍他！来齐。让人家走，说是能走吗？这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？不了解地区的事，别胡来。大哥，我知道。哥，赵迪，赵迪哥，谁管的？找我他妈干的！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？大老瘪犊子，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？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。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，谁敢动他？这两天靠什么活着？想混呗。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，包围日本宪兵队，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。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，全他妈弄错了。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？码头上有个山炮，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，日本人怎么怎么坏。我一看了。他也不是什么好饼，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。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？警察署事儿贼多，给钱还少，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，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。哥，你要这还说啥？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？有几个。都是密探，你怎么知道谁是？时间长了，谁都知道谁。我们之间有联系。我跟你说个笑话。有一次啊，互相套话放影，互相举报一把，报给日本宪兵队。人家一查，一伙的，
给咱们一顿臭骂。哎呀，当时还私自乱给对方下套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有，你看那装修队那徐老七，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，那个黑天鹅那姚姐、小白鞋，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。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，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。再说了，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。哪能糊涂呀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，回头怎么着，烟珠给扣住一个。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，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，直接要你的脑袋。我嘴严着，就整个码头啊，没人知道我。记住呢，六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，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，跟着他，看他去过哪儿，跟什么人接触，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。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，马上掉头走开，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。好，我知道。从明天起，去工业大学区五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，盯着他，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，跟什么人接触，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。好，没问题。给你呢，省点花。在这按个手印。在这儿。记住，这是满洲国，以后不要乱说话了。谢谢警官。别等了，咱们先吃吧。还是再等等吧。这都几点了，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。咱们先吃。刘妈，一块吃吧，别总在厨房里待着。不了，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，这哪有下人上桌的。什么上人下人的呀，那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。这是规矩，太太您觉得没什么，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。我习惯在厨房吃，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。刘妈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我有个儿子，还有两个女儿，他们呢都在乡下。先生回来了，我开门。哎，太太，您坐着啊，外边冷，我开门去。先生回来了。啊。哎，
我给您倒杯热水去。啊。你回来了。哎，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，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，没出去站着。太冷了，饿了吧？赶紧吃饭吧。啊。您喝杯热水，谢谢。我给您盛饭去。以后晚上吃饭啊，不用等了，到点你们就吃吧。我这一忙起来，连王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。是吧？坐起来。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。什么时候？上午。电台会放在钢琴里，老魏负责送货。怎么那么急啊？明天晚上要发榜。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，测试一下电台。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。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。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。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，以前我给他发过报，不过他们接收很差，讯号时有时无。情报很重要，不能耽搁。电文呢？明天老魏带给你。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？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，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。不要抱怨了，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，上边也是没办法。不是抱怨，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。能完成。没别的事儿，我要睡了。等一等，你不问一问，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？你不是说上午了吗？上午八点，他会先打电话过来。如果一切正常，你要用暗语回答他。你说，仆人不在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明天行不行？如果他回答说，那看看再说吧。那在十点半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。如果情况有变化，你就说，行吧，现在送来也行。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，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，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明天行不行？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，这说明一切正常，十点半正常接货。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，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，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，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。非常好。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？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，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，这就说明情况有变，要终止行动。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。另外你必须要知道，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，是无规律的抽查，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。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，听不懂外语，他们也就不听了。你会讲什么语言？除了俄语，会讲一些日语，他说的不好。怎么会俄语呢？
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。俄罗斯祖母？对，是白俄。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，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，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，从小我叫他奶奶。你呢？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？会讲英语。什么程度？你说中国话的程度。厉害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，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。他们要调查我？应该是例行调查吧。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，很简要，很多地方我都没填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，她从小住在天津，九一八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，后来回到了关里，他现在人已经去世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他。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，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。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，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，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。你还不了解高斌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，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，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。被他怀疑上，就是在劫难逃。我想想，罗威安排的很周密，应该没问题。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，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。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，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。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我不知道，这个你得问老魏，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。早点休息吧。我宣布，对孙汝吉后屡立犯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，并任命他为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行动队队长。
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。什么事儿？干活呗。抓人啊？可能是吧。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，他的事儿谁知道？知道。喂，警察大队，马上集合。直接抬到二楼吧。抬到二楼，小心啊。慢点啊，放这儿就行。好了，来，给你些。谢谢。哎，好，你们先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们，好吧？哎，好。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？不是，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我们快一点装，先跟南县的电台联系一下。建峰，队长，根据情报。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，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。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，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，是深绿色的。如果拒捕，当场击毙。哇！你这一走一年半呢，啊，听力变化很大，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，但大多没什么经验。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，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。太好了。哎呀，看前景啊，应该说是很乐观的。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。没有，眼下掌握情况就走。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了哈尔滨了，是从新京方向开。最近呢，连续的搜捕啊，把共产党都搞清了，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。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，估计问题不大。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，他们出不去，进不来。可以了。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，马上通知金班长。金班长，我知道了。714，
1111。发射装置关掉。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，那也要关掉。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，小心一点总是对的。哎，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？还行啊，挺好的，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，有点好为人师。他教训你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。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，他人不错。哎，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这个不能告诉你，这个要保密。对不起，我就是好奇。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，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怎么个了不起法？用你的眼睛自己看。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。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？说不上来，可能是感觉上了。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，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。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，这儿像一个工作间，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。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？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，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。天，真可怕。怎么还没有回电？要不你再发一遍，告诉他们，收电后马上回电。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，信号不太好，可能有干扰。方便的话，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。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。发吧。我去看看，你不用下去，我还是去看看。
哎，周队长，车上拉什么？是巴达斯的日用品。仔细检查，箱子打开查。先生，你想买什么？两包老包子。喂。过来，这个。你说。来，你我给。米德干米尔多夫，乌扎热拉斯格勒，费恰斯帕西姆弗拉多，乌扎纳吉莱斯纳布拉夫，奈何马什奈，米利戴伊蒂姆，史多夫尼米迪尼亚阿斯达奈里，比波尼纳布拉尼，谢姆热奈斯。知道了。你们两个比斯特莱，伊奈切纽斯别。你在哪？周队长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给家里打个电话，顺便买两包烟。你干嘛来？我也过来买烟。谢啊，我一包不够。好了，好嘞，我来两包烟。告诉我，药品的事暴露了，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。坏了，一定是奉田那边有了奸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走。哎，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？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，切记一定要按时发。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，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。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，下降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。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？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。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，现在我联系不到他，只好自己去了。哎，我能做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。知道了，你多当心啊。好。科长，科长，傅家丹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，一大早离开了货场，奔新城方向去了。车里有两男一女，一共是三个人。消息可靠吗？是我在暗探发现的，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。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。重点查新城，就查这辆车，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。那旅馆呢？旅馆，旅馆，他一早离开。旅馆查一下吧。这样，给刑事科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。好，副队长，安排人。师傅，抓紧点啊！快快快，来帮你来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啊，马上就好了。我刚才出去买东西，看见外面全是警察，他们好像是在查车。在这附近吗？这个路口。
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发现了，咱们只能弃车了。你去通知老汪，咱们分头回丰田。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。电台我随身带着，药品只能放弃了。 那要不你们先撤，我留下吧。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，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。东西丢了就丢了，还能找回来。人要是出了问题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绿茶。你没看见吗？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，咱们这样贸然出去，必死无疑。 要不这样，咱们就冒一次险，把货都倒到马车上，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。我去，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。这样，你去叫辆车，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，我跟老汪留在这儿。 有什么情况？昨天有两口去金乡家，晚上九点钟才走，去什么时候？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。你先马上叫上你的兄弟，去查各个饭店旅馆，找一个30岁左右的都市女人住店。一旦发现，马上给客户和外勤处打电话，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。你把摊收拾了。 找别人帮你照看，快点去。过去。哎，帮我收拾一下。喂。宋家军的怎么了？刚刚走。你现在马上去马甸尔宾馆318房间，找一个单身女人，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。 如果房间里没有人，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。哦，有暗语吗？你告诉他是老五让你来找他的，他就明白了。他长什么样？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，倒数第二页，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。哦，等一下。 一定要关，到了旅馆，发现有不对劲儿，马上关。不放了，不放了。
太厉害了呀！这么多货，这一辆车拉不下呀。看见了吗？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，就搬上去，其余的明天再说。太太，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，何必这么折腾？这是两家的货，早晚要分开送的，就当是节省时间了。好的。 去买地儿，记紧点啊！哎，姐，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？不用盖，玉米瓶有什么？兄弟，你到前面看看，记好了没有？好啊。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。嗯，明白。设好一个地方，你找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。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，万一出现什么事情，马上就走。从这儿出去往金雅走，回到大坝上，再拐回来走上游，进了封疆了，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。过了江岔子，你们找一个守灵屋这偏僻的地方躲一躲，到了晚上就有人救。嗯，好的。好吧。 走吧，祝你们好运。姐，你也保重。先生，你们干嘛？啊，找人啊。对不起，您先出去，这儿不允许乱进。哎，你这王八嘴说话这么气人，你属狗的啊？我是执行公务。先生，那您有证件吗？有。 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，停到前胡同里去。啊！哎，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，外面都是特务。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，你们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去向，把车走这么慢，没等我们出厂就会堵住我们。也是，既然已经冒险了，就索性让他们抓不出线索。 还是跟着马车走，等一会儿马车放好了，我就来追你。啊！哎，那你小心点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把身上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
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，你车的手续也齐全，就被他们抓住了，他们也没有证据。你有这个是累赘。别天真了，他们没那么好对付。再说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？哦，走，我你。等一下，我还用车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小姐，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请问有房间吗？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？一楼、二楼都有。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，安静一点。嗯，往这边坐。好。这边还可以，这间有人吗？啊，小姐，有人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现在没有，这位女士出去了。啊、哦。那。旁边那间有人吗？啊，这间空着，要看一看吗？好。喂，特科外勤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中队长的人，麻烦你转告他。你就说我啊，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，对对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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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队长现人来报，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。周队长知道吗？还没通知，通知各个组，都往众和集中。是。各分队注意，各分队注意，二十三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，请各小队赶赴现场。去众和。是。透科的，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。你稍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啊，她住在318房间。有两个人。不、哦。你觉得房间怎么样？嗯，我再想一下。周太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办点事儿，你呢？哦，我们来找个人。啊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我用一下电话。嗯，你别过来了，我碰到熟人了。哎呀，别问了，他的同事。嗯，
那换个地方吧。听话，乖，拜拜。对不起，房间不定了。小姐，走吗？先等一下。你可以走了。对不起，贾斯普学生说，课上东西不能动。谁是贾斯普？马加尔的老板，法国人。法国人什么了不起的？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，他违反的话，连他一起抓。是郭曼小姐吗？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，是老五让我来的。跟我走吧。你在这儿等他。是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过去。傅家店。傅家店。他让你来的。刚才宾馆里有人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看过你的照片。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卡了订房间。几号房间啊？没订了，说是不要了。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。哎，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，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。是啊，也不容易，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，
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！放开！ 你跑不动了！你他妈再跑，我真打死你了！我告诉你，追！啊！啊！
打了？谁打的枪？不是要活的吗？叫人去。是。去我家吧，你带着东西不安全。带证件了，我带的那个不能用。您好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谢谢。您好，请二位出示证件。您的，她是我表姐，证件落在家里了，我们现在回家。请您下车接受检查。你在后面，有心。请您到这边来。走吗？走。请您也下车。就出来买个东西，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？今天情况特殊，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，就会放你们回去，请你们配合。小姐，你们的东西。哦，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。等等，我帮你拿吧。您这里边装的什么呀？你看看，是请你把这箱子打开，让我看看。糟了，我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。对不起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个箱子里除了书，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您出门不带证件，这箱子又没钥匙，对不起了，请二位上车。箱子放车上。
队长，挂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开枪拒捕，打伤了我们一个弟。人呢？在前面，中两枪，有一枪打肚子上了。找不到担架了，马上过来。担架快点！老部长，这边请。慢点啊！呀，科长过来了。科长，人怎么样？人还活着，肚子上中两枪。送市里医院啊！一定要救活他。好，多派几个人去。好的。其他匪徒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，重点查一下火车站、宾馆、大车店。重点啊，大河旅馆、马迭尔。我最近发现呢，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。这边，哼，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？去安排吧。好的。重点啊。好的。科长，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，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？他们你还指望？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？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。要我说，科里这房跌谷啊，撤了算了，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。报告长官，车里没有药品，也没有电台。车上的货是满的吗？有半车，都是一些生活用品，用纸盒装着。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。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，通知各路卡拦截。是。哎呀，你去了？哎，终于来了，等很久了吧？对，快给人家，他俩救进去了。怎么办？只能找周一。没别的办法了。以后出来带着啊。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警官先生，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？对不起，这儿没有电话。啊，他跟你们一样，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。他是特务科的。谁呀？周乙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人我不认识。报告队长，骨头警署扣押的女的，说是您太太。我太太？为什么扣押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坐下。坐下。这位女士，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。
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？还没有。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跟我回去取一趟。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，书不会这么沉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一会儿我找把钳子，两分钟就能打开。你别把钥匙拧断了，你们这些人真是……周太太，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，我自然会放您回去。不过这位女士，您没有任何证件，这箱子又打不开，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。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？你们这是何必呢？周太太，我不认识您丈夫，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，我们这是例行公事，请您配合。你们不用在那儿等我了，把我车留下，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，现在人手不够。是。你们俩都怎么回事？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，碰见他们检查，说表姐没带证件。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？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，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。我是特务科的周乙。你好，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，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，她又说没带钥匙。这位女士，她说她是您太太。她是我太太。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。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。给他打电话吧。梁署长。喂，老梁，我周乙。哈，回来好几天了，都挺好的。是这样。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，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。哪里哪里，执行公务嘛。好吧，那改天我登门拜访。喂，梁署长。啊，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周队长。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。不用了，自己有车。贵姓？免贵姓任。谢谢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周队长，您得在这儿签个字。周太太，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？还加把锁？不是都说过了吗？主要是书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要不你找把榔头来，咱再看看。我不是这意思。我帮你拎吧。不用了，走。
原来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。应该是丰田方面的人，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不足，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嫌隙。耀平已乘上了马车，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，要是顺利的话，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。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。什么时候？一个小时前，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。怎么会是卡车？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，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了。我也不清楚，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，伤得很严重。就他一个人？是。那就剩下小董一个人了。我大兄弟，还有多远呢？过了这条江，再往前点就到了。过江，鱼，哎，鱼，不是过江哪有屯子了？原来那些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，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？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？不是大兄弟，那刚才你打江咋？你起那哥？你就别问了。啊！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。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大兄弟，你看，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，家里人员着急了。我是老实人，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。不是我要是胡子，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？不，哎呀妈，你可别吓我，大兄弟，别掏枪，大兄弟，哎呀妈呀，哎，别跑啊，哎，我给你钱。哎，别跑！哎，给你钱！我不要钱，我还要命吗？行吧。哎呀，哎，大兄弟。怎么样？子弹取出来了，但失血太多呀。还能活吗？输点血应该没问题。大夫，等他醒过来叫我一声，我在医务室。好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报告，没什么情况。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。怎么了？
我下车，我在车上，你们谁都不安全。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我得去找老魏，今天晚上就回丰田。你得跟我回家，哪儿都不能去。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。老魏那我来通知。现在危险还没过去。